CP 值单又来为大家介绍汤屋温泉旅馆。今天介绍是龟冈的名字，等一下再说。来，这一间是月潮二一四，来，压缩写哦。然后这边书画空间就不介绍了。然后它这个是算他们讲的洋房。洋房就是有床垫的意思，OK。然后这边睡觉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外面的景，还不错。然后这边有自己的这个温泉汤屋，然后这里有一个房，你看，叫做发呆亭。感觉不错，然后接下来就是汤屋，来，对了，这个应该是可以拉起来，可以看到一些景啊。然后这边呢，哦，对啊。哎，不错不错不错，非常的好，这一间感觉不错的。哎，真的不错呀！好，你看，从这边泡汤，躺着，看山景，不错。好，一样猜猜看，这一间多少钱？然后我会含那个晚餐。铺上去跟早餐，好，再把这个价钱给加进去，OK，拜拜。